来第十个了，对吧？第十个 list box 啊，这个我们叫啥呢？就先管它叫空降吧，一会儿我在里边写。这个呢，我们管它叫列表框，列表框科乌昂框控件。那么可以含包含一个或者多个什么呢？文本框。那么也可单选也可多选，就说几个都行。那么它有啥作用呢？它有啥作用呢？它可以在我们的 list 就是说这个 box 小窗口显示一个字符串，那么它可以在 list box 控件的小窗口显示什么呢？一个字符串。这个我们比较常在哪儿见呢？我给你找一个啊，哎，这个看到了吗？那么这个我看着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列表框，你看着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合起来？再打开，一级一级的往里走，对吧？那么这就是，就学个这玩意儿。我们选的目录是不是经常用这玩意儿，对吧？来看看这玩意儿咋写。首先，我们先创建一个，list box。那么我们给它添加几个元素。添加几个元素，哎，不是这玩意儿啊，先说吧。那么我们来创建一个吧 ，list box 等于咋创建来的 ？tint 点上啥来的？应该知道是点上啥吧 ？list box，list box 在谁的身上创建的 ？win， 对不对？哎 ，win。那么我们先给它加一个参数 select select mode， 这是啥意思呢？这个是我们的，你看 select 是啥意思啊？啊，就选择的一个模式啊。那么这个模式有好多种啊，有好多种 br take inner 点 br， 你们看看有个叫 br 啥的 o。WSE 是吧？先写这个啊，你们那都提示是吧？哎，我这个为啥不提示？哎呀，不提示我告诉你，让我很是伤心呐。那么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框有了，那么你可以让这个 LB 先干什么呢？pack。先让它显示出来，但显示出来没啥意义啊，现在这不就有这么一个框，对不对？没啥意义啊。那么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往里边给它添加元素。那么添加元素我最好是什么循环给它添加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比方说添加个 good 啊，添加个 nice 啊，再添加个啥 hard还在 farm 啊，你啊，当然了，你还可以再添加，对不对？再添加啥呢？cool， 对不对？还可以添加，这一会儿的吧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有点太放肆了啊。我看看啊，不是，我看看这个，我看看讲的是 checkbox menu。这个是香辣那边。
表格数据树状的啊，等我们讲树状数据的时候才讲我们真正的那个刚才那个结构，能理解吧？来继续写。那么我想给它添加，怎么添加 ？lb 点上，那么 insert insert 给它添加啥？是不是添加我们这里边的内容啊？内容是不是叫 item 啊？那么 item 我要往哪儿添加呢？是不是往后边添加？按顺序添加，对不对？点 end item 这个叫啥意思呢？这个叫按顺序添加。你要这些写一个你就先按顺序添加吧。你要写个0.0，它就往前面添加。那么我们来看，把它添加进去，我们看看啥意思。是不是这样？是吧？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了？像是，但是还是跟我们那个那种刚才看的那种结构是相差很多的吧？那个我们以后会写成那样的啊。那么你看，这样我们就能选上了。那么我们这是干什么的？是不是在这儿添加的？那么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？我们是在按顺序呢，我们还可以在哪添加呢？在头添加，在开始添加，开始添加 lb 点 insert 啊，这个叫 take in 的，叫 active active 啊，我在这添加个库。在这添加一个库，那么我们在这，如果我要这样添加，你看着 lb 点 insert 啊，我往后添加吧 ，take in 点 end， 添加个啥呢？还有啥单词 ？great great 是好的吧？还有啥？听你们这笑容。那人我感觉没啥上升空间了啊，那个 very good， 我不用你们的词儿，哎，咱会 very nice， 这样就区分出来了。那么你说我这是一次性添加多个吗？啊，这能是一次性添加多个吗？试试呗，是不是？上面那个我们很容易理解了，来执行，是不是上面到库了？但你看下面这个是一次性添加多个吗？不是，它是将这个啥呀，将列表当成一个元素怎么样添加的啊？但是虽然说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不是怎么样很常用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能添加我们就能干啥？删除 lb 点叫 delete。delete 我们一般有两个参数，这个它有两个参数，参数一，参数一为开始的索引，那么参数二呢？参数二为结束的索引，但是这个参数二怎么样？我们可以不写啊。那么如果不指定参数二，那么它只删除第一个索引处的内容。那么如果我现在里边有几个，有四个，对吧？我写个一和三，这样有点少是吧？我多给它添加几个。VG VNice 那就是够了。那我写个一和三，对吧？来执行一下，看看它会把哪个删除。这个库是不是我们添加到最上面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下边为一的是不是就谁了？就 good 了。那么二是不是 nice？ 三是不是 hard fun？那么一二三这仨这瞎标是不是就都删了？你看是不是库 VG V 和 VN 了？是不是？那么如果我再来一个，我就写一个一，
但我们是删除啥呀？下边为一的那个元素，看懂了吗？就剩一个 VG 是不是就没了？就剩一个酷和 VN 了，对吧？啊，没看懂吗？我删了两遍嘛，你看我现在不删，行吧？我先把它都注释掉。哎，这真统一啊！上面这个我也给它关它，看着执行挺爱。我的所有的内容是不是现在是这样的？记住啊，我们再把谁放开，把这个放开，是不是要删一到三的？对不对？删一到三的，那么现在下标谁是下标一？是不是顾的是下标一的？这是下标二，这是下标三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来看能不能删的，是不是删了？看到了吧？那么如果我要删，只删一个，那么这个词是下标为零，完了一和二了吧？删如果只是一个一，是不是就把 VG 删了？那么我就不验尸了。那么现在这里边是不是两个内容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就把它再干什么？我不删它，先不删它。删除的这个就会了吧？删除的内容。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？选中，搞选中的意思。那么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执行起来的时候有选中的吗？你看我选中东西了吗？我点一下是不是选中了？是不是？那么我想让谁选中？有个 lb 点什么呢 ？select lb 点 select， 但是好像 select 不是方法，你们这个提示是吧？是吧？有个下划线，这个我可特意记了一下，这个玩意儿太坑了，我靠 ！set 这个玩意儿它有个下划线，你们没提示吗？有是吧？有的哎，有的跟我一样没提示是吧？为啥？你们。不知道啊，我也，我在我的苹果下是提示的，我用我苹果那个 PyCharm 就提示，我用这个 Windows 这个 PyCharm 就不提示，但有的时候它还提示，这玩意儿我不知道，可能这个软件这是破解的这玩意儿，就是说可能破解的时候可能有啥问题。那么这个里边我们也可以写俩参数，这边好多呢，我写个二和四，执行起来，零一二三四，是不是默认把二三四的下标都选中了？那么我只写一个啥呢？二，只写一个二的，对吧？把它这个内容不要，要零。我是不是只选中一个二的？这个意思就是，你看是不是下边二的选中了？那么它的含义是啥？它是不是也有两个参数？啊，我这时候把上面那个复制过来就行吧。那么参数一是啥意思啊？开始的索引。参数二是啥意思啊？结束的索引。如果不指定参数二，那么只干什么？选中第一个索引。处的内容，处，这是选中，那么我们能选中就能干啥？取消选中，就能取消选中。现在我这个默认是选的是二和四啊，那么选中叫 select set 对吧？那么取消选中呢，叫 lb 点 select 杠 clear clear clear， 它也可以写两个参数。那么我现在写二和四，我这个写成二和五啊，那么我底下写二和四，是不是就把下边为二和四的取消选中了？那个选中的取消了是吧？还嗯呢。写我都说话了，我都说反了，是不是以后少说话少嗯？
来，你看是不是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也可以干什么呢？写一个，你看我写一个三，就把谁跳过了？这个是三跳过了，哎，三的这个选中给它取消了，对不对？崩了呢，反应一会儿才嗯呢是吧？哎呦，这已经害怕了。来继续。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叫PINT 吧 ，LB 点啥呢？点 size，LB 点 SIZE。它可以干什么呢？获取到列表中的元素个数。几个？六个。一二三四五六。没问题对吧？它可以获得元素中列表的个数。列表中元素的个数。哎，这把知道反驳我了是吧？终于把你们锻炼出来了。哎呀，啊不少吧？这还没完，这还没完。LB 的已经说完了对吧？哪去了？LB， 那么我们再接着来，获取值 LB 点什么呢 ？get， 那么我们这个 get 是啥意思呢？是拿值，拿哪个值呢？我写个二到四，我写个二到四，执行一下呗，对不对？看效果。看疗效是吧？那么 nice has some vg， 那么零一二是不是就 nice 啊？二到四是不是把它们仨拿出来的？那么这个是干什么？从列表中干什么？取值，取值。那么我也可以干什么呢？看我写一个二。二，你看写一个二是不是就拿到的是 nice 啊？这个里边也有几个，也可以写几个参数，俩参数。那么参数一为啥？开始的索引。参数二为结束的索引。如果不指定参数二，只干什么呢？只获取第一个索引处的内容。这是它里边最基本的方法。再继续，print lb 点，我记得有个叫 curren current current 啥 curren我重新curselection， 对吧？这个叫啥 ？current， 其实这个我为啥刚才拼？其实它前面这个是哪个单词 ？current， 来，这个我们不加，不加。我看看啊。这个我干哪？我把这个取值这些先干什么呢？先给它注释掉啊，获取 size 的这给注释掉，还有啥呢？这个是不是 select 这也先给它注释掉，对吧？我先把上面这些所有的这些我都注释掉了。你看这样它有啥效果没？这个啥意思？这个是返回当前的
索引项，不是什么呢 ？item 元素。你说返回是我当前选中的这个索引项，能理解吧？但你看我现在有选中的吗？那么我干什么？给它搞出几个选中的，哪个是选中的？是不是这个 ？select set 是不是选中的？啊，我选中了2到5。那么我打印一下当前的索引项。2、3、4、5，是不是我现在选中的这些选项的索引呢？看到了吧？现在这些选中选项的这些索引，答出来了吧？那么不是啥？它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得到的这个当前选中的那些内容，是得到的是它的什么索引？来继续。lb 点儿啊 ，selection include， 这个是判断的意思啊 ，include 有 s 是吧？那么它是干啥？它是判断，判断。一个选项是否被选中，就是最最简单的话，现在我们选中的是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那么我要写一呢，这就没被选中，要写个几呢，3呢，是不是就被选中的？你看一个 false 一个 true 吧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能判断哪个选项有没有被选中，能理解吧？目前我讲的这个文件里已经够多了，就是啥呢？我们这个列表里边的一些基础的方法，列表里基础的方法。仅仅是一丢丢，来，我再开一个文件吧，不在这里写了，在这里写这里就很乱了，是吧？还是11个，哎呦，我没创建出来吧？11个啊 ，list box 空件，中，中啊。中间的中，这要绝望了是吗？哎，放心，就这个列表的最多，其他的都很少。来，我们还是干什么呢？创建等于take int 点list box。在 w 上创建，对吧 ？uct select mot mode， 换个值 single， 这个我们是不是还得要得停哪？这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儿。对 ，single。那么它干什么呢？其实它很简单，它与我们上边那个叫啥来着 ，bor，WSE 对不对？它与这个怎么样相似？相似。
但他不支持什么呢？鼠标移动选中位置。这是啥意思啊？其实这个上面我没说，我们这样就可以对比一下了。你把你上一个代码给它执行起来。你看我是不是选中它了？我现在我鼠标我没摁着，我在移动没有问题对吧？你看着，我再有控制，我把鼠标按下了，我再移动，看到区别了吗？我鼠标在摁着，但是我在移动鼠标，是不是它跟着我选中？对吧？来，我们换这个。那么 lb 点什么呢？点点点 pack 啊。那么我们再给它干什么？也给它拿进来一些选项。添加选项，你这样你把它执行起来，你看它俩的它就有区别了。你看我选中它了，对吧？我按下，我鼠标在动，就这么点区别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么点区别。啊，点当然有反应了。我说的是它那个不支持鼠标移动选中位置了啊，这个我还得再说鼠标按下。按下后移动选中位置，啊，按下前它移动也不选啊，看到了吧？哎，和上一个的区别就在这儿。但是我要在这里边讲一些其他的知识点，哎，但是干什么呢？绑定变量。绑定变量，因为我想拿一下，就说我点我想把我那个值拿出来是吧？那么 v 啊，我这个叫啥呢 ？lv 啊 ，lbv 对不对？它的变量，它绑定是什么类型的 ？str tick inner 点 string sec string 的一个变量 ，string 的一个变量。它绑的变量就是 list var iable 等于 lbv， 这么绑定的啊，这么绑定的。绑定变量，那么绑定变量我可以干什么呢？ lbv 点 get， get 是啥？是不是取值的意思？怎么样？把这里边值是不是所有的都取出来了？那么可能你想啊，我们有的时候选中了几项之后啊，选中了一项之后，我想把这个值是不是取出来？那么我们能知道我现在选中了哪些下标，是不是啊？那么选中的下标，我再把这个所有的值拿出来，我是不是对应下标，我也能取出我到底选的是哪个值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是不是就能合起来用了？那么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，打印当前列表中的啥选项吧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还可以改变它的值。你看这个变量是不是就有能取，还能干啥？改 lbv 点改的啥呢 ？set。那你会发现我们取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元组吧？那么你说我设置要设置啥类型的？我简单一点的写，就是设置选项，设置选项，是不是就变成一二三了？看到了吧？是把它所有的选项是不是都变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选项都变了。但是我们在讲
讲个啥呢？讲个事件绑定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常用的时候，我点一下，我知道我选中的是哪个，是不是就行了？点一下，我把我选中的干什么？打印出来，是不是？点一下，把我选中的打印出来。那么我要就要它是不是触发一个事件呢？就像我们那个 button， 我点一下是不是干什么活啊？哎，但这个不能用 command， 这个玩意儿绑定事件得这么写，绑定事件 lbv 啊，不对，是 lb 给它绑定对吧？ band 是啥意思啊？绑定的意思吧，给这个控件绑定事件啊，是给这个控件绑定事件。绑定一个事件叫啥呢？叫double， 写个先写个这个吧，先绑定个这杠 button 杠一，这很好理解。double 是啥意思？双击。button 是啥意思？是不是按钮啊？点两下的意思对吧？这个一表示鼠标左键。那么我点击了，我要干什么？是不是要执行哪个内容啊 ？MYP 或者叫 MYPRINT MyPrint DF MyPrint。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干什么？可以打印一下我们是不是当前点击的这个内容，对不对？LBV。lb 点，我们当时是不是学一个当前选中的内容叫啥来着 ？cur 什么来着 ？selection 吧，对不对？当前的选中的内容是不是就知道了？是不是？我也不用根据下标了，是不是？这咋能呢？我先把这个去掉，先把这个改的这个干什么？我先把这个去掉。我在这里 print， 我先看看这个事件有没有执行啊？这不可能错的哦。突然想起来，靠，拉个间接号，拉个间接号，拉一对间接号，看着双击有啊，但是你先别说啊，有，我这个是不是有响应了，对不对？呀呵，我是不是拼错了？咦 ，my print 没拼错吧？哦，我们这是不是要绑定的事件函数啊？那么它这你看，它是不是要一个参数啊？对啊，它需要一个事件参数。啊，但是我们不用传，能理解吧？我们不用传啊，在这里它需要一个事件参数。有，哎，执行执行，我这里边返回的是啥？返回的是下标了是吧？那么你想返回的内容，那就干什么？写呗，对不对？点 get， 我看看我们是哪个点 get 来的 ？lb 点 get， 那么刚才拿到的是下标对不对 ？lb 点cur selection， 再来，这样不就是了吗？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值了？是。看到了吗？这不就该我们学的吗？lb 点 get， 我们上面得到的是啥？在上一个里边讲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是不是根据下标，是不是就把这个值拿出来了？是吧？
哎，你看这多简单。那么记住啊，重点的不是说是咋拿，重点的是我们这个绑定事件。重点的是这个绑定事件。看到了吧，这个绑定事件。好了，这个文件里我就不多说了。是不是有种很 happy 的感觉了？那么还没完呢。还没完，我们现在仅仅只是绑了一个事件了，对吧？还没完，来，跟着我继续。